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的工作是在那个体检这边当保安的。不过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做这个。那我适合做什么？适合做我男朋友。嘿嘿，小姐姐，我实不相瞒的，其实我是一个主播。哦，那你可以给我看看你的照片吗？想看我的照片啊？我是那种长得比较小鲜肉的。小鲜肉？对，有点长相，有点像那个鹿晗。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那你介不介意有一个？那当然介意啊。